有一次被拒绝，想不到我也会有这天。怎样才能够让你甩开包袱的边界？你不要装可怜，我说改天就真的改天。离开舒适圈观察，你还需要些时间。我在等一句，一句你内心诚实的告白。可是你难道不明白？可以每天开车接送，不管有多远。才不睡，偶尔死心也能走到身边。想怎样？我的脾气也是有极限，为我超越他。好了，我愿意。我可以陪你一起重复今天的电影。等一下，根本就只是你想看而已。想怎样？应对一定要小心，把你话中的话都听仔细，避免陷阱题。老娘难得放水，难道还要我丢游泳圈？满天的机会给你表现，半个没发觉。我在等一句，一句你内心诚实的告白。可是你难道都不明白？可以观光客的垃圾通通帮你捡，才不屑当我是别人的。